型男俊女，大家早上好。Philip 代表 USANA 香港公司欢迎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Ricky 阿 Jeff。咁啊，多謝 USANA 俾一個好好嘅機會同埋好好嘅時間，我去同大家分享，大家應該學到嘅嘢會好多，亦都倒翻轉，希望你哋今日離開走嘅時間可以攞到一樣你有需要。除咗提高成交率之外，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你點樣可以真正成為到一個美容達人，點樣可以將你美容嘅事業可以融入到你生活。大家分享有關於輕創業怎樣通過 Celavive 去賺到我們的被動收入。 Celavive 呢，它不是第一，是唯一。健康的皮膚是只有一種。另外就是這份事是可以傳承的，傳承不單止是我們的金錢或者機會傳承，而是更加多理念的傳承，健康的概念的傳承。令到我在这里有自己的事业啦，还有去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，还有享受人生，享受生活。我觉得呢 Celavive Party 呢是一个未来很大很大一个趋势来的。为什么要 Celavive Party 呢？增加我们事业的趣味，可以发掘我们团队的合作啦，可以发掘我们伙伴本身的潜能。我的小工具呢，其实就是一支支樽仔啦。咁呢个呢是爱嚟我会带出街啦。咁通常带出街我见到手呢，我就会同佢哋做啦。其实我最重要是开心 share， 因为我好鍾意分享俾所有人嘅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咩呀？独特性。喺个轻创业家嚟讲，呢一个嘅自媒体社交媒体呢个嘅平台呢，係一个千载难逢嘅机遇。你每日都会想做，每日都好想同人分享，同埋源源不绝㗎。